这个上头、中头、下头，我们现在要做出汤的动作。那现在我们先把上头的，你看到已经慢慢开展了的安吉白茶给出汤，这是玻璃杯，我们来做一个出汤的动作哦。好，这是上头的，接下来是中头的。颜色是接近的，但是略有不同，香气上面就有差异。上头的一个豆子的味道比较明显，菜味也比较明显，中头的只有豆子的味道跟蛋白的味道，下头发的呢是这只，你们看它其实没有完全的展开，这上头的上头发的它的上面还漂浮在水面上，它还是处于一个肉松跟海苔的香气。就少一点。今天就这三款茶，各位喝。